越来越多的农业采摘机械臂开始用玩具机的舵机了。这台机械手的三个旋转关节用的都是那种四五百块的玩具机舵机，而且手臂也是用钣金折弯或者冲压成型的。照这种逻辑，用 AI 视觉补偿一下精度，手臂降到三五千块钱一台，应该是马上就能实现的目标了。